程最后一次由 EMU 1200型红斑马自强号铁联车所担任的167式自强号。我是本班车的列车长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本班车沿途停靠凤山、九曲塘、屏东、潮州等站。本班车大约11:26抵达终点潮州站。本班车在下午担任168式后